天我们要拍一个包饺子的视频，包饺子就是用面加馅儿就能拍出一段非常牛逼的视频。来，我看一眼我们环境，看一眼我环境，还有个不露脸的，害羞了我说。可以，第一个视频是要把那个勾兑的面粉来往上拿起来的一个视频。喂，拿着。可以先拿。感觉还可以，看一眼。看一下，可以。就搁这上，这上和面不应该团一小团一个小火山一样，就给它做个那个效果，弄一个中间有个小弯儿、小圆形的。对对对对对，一会儿我先往下做，然后气吹吹，然后衣服气，然后你往前就是绕一圈，用手尽量把镜头整个过一下，然后我会切一下，然后转场。你问你要这样，就这样就行了吗？挡住挡住镜头，一二三走。然后再录一遍吗？对对啊，好像地魔法一样，我转第二圈就变成那个了。对，你后面再撸过去，然后面头往前一点，因为它这个镜头它会加速的，它对，看，挡灯了，你挡灯了，我看一眼，嗯，还是走。对，有个刀砍下去。一二三走。嗯，切吧。开始。一二三，好，放进来，好，往前放，往前放，再往前，再往前放，好，再往前，再往前，啊，看，好，可以，一二回来，好，拿走，往上翘，好，哎。不好就开始放假了，我说。一天延迟一天是他们系统坏。可以好一点。对。不是的，感觉如果他讲过去，马上就被开除了。谁吧？是谁啊？就是握上以后，这么从镜头边过一下，然后我现在放线，然后这样子过去。对，然后握上，然后过来，然后再回来就是一个饺子。哦 okay、一二走，好，可以。没事，认识的走，谁愿意去哪儿都方便。那么精致的东西，你背后竟然隐藏着这么大的差。对对对，给我东西。
他们存在的使命就是这个。哎，可以。可以了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哇，看得出真的是专业。忘了录结尾了，就这样吧。希望大家喜欢这个包饺子的视频，下一次做别的好吃的还会给大家拍的。希望大家点赞投币关注三连，拜拜。